美国警长立政治不正确告示牌惹议。乔治亚州一名警长政治不正确的欢迎告示牌引起强烈反响。美国乔治亚州一个小社区的警长在自己办公室外立起了一个新的欢迎标语，引发强烈争议。周二早上，哈里斯县的 Mike Jolie 警长树立起这面牌子，以政治不正确的主张为荣。告示牌上写了欢迎光临哈里斯县，但如果访客对于这里所主张的宗教信仰有任何问题就请离开。 Jolie 警长说他是自掏腰包花了553美元做这个告示牌的，他说这是为沉默的大众发声，他认为有越来越多人害怕站出来坚持自己的信仰。他补充说道，树立这个招牌后，他在许多社群媒体上获得正面的支持，更收到不少捐款，支持者的捐款已超越告示牌造价的两倍。在 Jolie 脸书上可以看到不少支持者留言赞扬，但也有少数负面留言，有人指出他违宪。摆脱宗教基金会以及其他批评者皆指责 Jolie 逾越职权，并说这招牌会让拥有非基督教信仰的访客感到不受欢迎。你怎么看呢？这是美国传统价值的无害声明，还是会冒犯别人分裂社会的不必要之举呢？请留言发表你的看法。